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党，这里是 New TV 为您带来 TSM 东部预选赛的败者组的半决赛，是由 Red Star 对阵 Red Snake。 这是两支队伍的一场血战，谁输谁回家，谁输谁就离开本届 TSM。 当然赢的话也没那么简单，赢的话将要面对的是 VG， 也就是最后一个名额，最后一个去往下图的名额。其实说到这个名额啊，比较有意思啊，我在这里再为大家解释一下。本届 TI3 跟去年跟上一届 TI2 是一样的，一共邀请一共是16个队伍打线下，然后邀请了13个队伍。预选赛是分为东西两边啊，东西部，西部我们已经是为大家直播过了，冠军是帽子，亚军是滴滴 DOTA2， 然后东部的冠军亚军将要在今明两天诞生，应该是在明天吧，今天会打出败者组的冠军。至于是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东部和西部的一二名都会去往下图，而两边的第一名都会直接晋级线下16强啊，最后的一个名额将要在东部和西部的第二名当中产生。当然这两支队伍也是可以去的，这个附加赛是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外卡赛啊，这个外卡赛是在下图打的，所以不管你是第一还是第二都可以去。而且对于中国队来说，也就是说对东部地区来说，这个拿到第二基本上大家默认的基本上已经是拿到第16个名额了，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欧洲的一些队伍吧实力稍微差一点啊，虽然说这次 Alliance 是把中国队一穿四了吧，一穿三，对 DKIG 和老干爹一穿三，最后是全胜战绩夺冠，但是毕竟 Alliance 就只有一支 Alliance， Navi 只有一支 Navi。 要说这些参加预选赛的队伍，就是西部预选赛的队伍能赢中国队伍，我其实自己也是不大相信的，因为这个预选赛它是一个 BO5， 你要说阴沟里翻船这个可能性不大。好的，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场血战，这场生死战 Red Star 和 Red Snake 两支队伍在昨天都是分别非常可惜1-2输给了自己对手，昨天是打满了9场，这是少有的，三个 BO3 全部打满。我解说完也是有点虚脱，一下午从下午3点到凌晨1点。好的，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半人，这边 Red Star 上来办了船长和 DS， 现在船长已经是上升到一半的地位啊，确实这个英雄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尤其是显得很观众们大家好，刚才麦克貌似没有开，说了半天是白说了，说给自己听了。那我前面的废话也就不说了吧。今天这场比赛是来自于 TI3 东部预选赛的败者组的半决赛啊，第一场，第二场是败者组的决赛。第一场比赛是由 Red Star 对阵 Red Snake， 两支队伍谁输谁回家。看一下这里的 ban pick。第一手 Red Star 是办了船长。然后第二手是 DS， 那边是小精灵和艾瑞达啊，看得出来船长现在这个英雄在比赛当中的重要程度啊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昨天那场比赛我记得是 VG 的死灵龙发育的非常好， XTT 死灵龙发育的非常好，10分钟刚过就梅肯秘法还有这个勋章啊，他输出非常高，但是在船长船游的作用下，他发现打团啊一个人都秒不掉，你会看到对面几乎你瞄准的人一两个人都是死血，但是怎么都打不死。这就是船长的阴霸之处，而且他对线现在运屏的话，水刀消耗你很难受，你想压他补刀不太容易，除非你两个人去压制他，一个人想要压船长比较困难。这边 Red Star 还是非常青睐蚂蚁这个英雄，第三手就选了一抢蝙蝠，二手拉比克和蚂蚁。不好意思，我是说错了，他们是候选方啊。也就是说 Red Snake 这里是一抢了小狗，然后 Red Star 这里是蝙蝠和拉比克第一手拿，然后反手这边 Red Snake 拿了小强和天怒，这里紧接着拿了一个蚂蚁，然后搬掉 QOP 和龙骑，搬 QOP 这个
Rising Star 在对方拿到天怒的情况下依旧是选了蚂蚁。这一手拿人，我是说你自信好呢，还是说你有点轻看对手好？挺怕蚂蚁，挺怕这个英雄的。不过还好吧，这个天怒的施法距离虽然比较远，三技能施法距离比较远，我记得是有800码，我看一下，这里好像还看不到。距离是比较远，但是还是有机会。蚂蚁只要反应快，还是缩地能开得出来的。这一盘德鲁伊双方都没有选也没有办。我觉得 Renstar 最好还是把这个东西办掉吧，你们的AOE 也不足，而且看这个情况应该会再拿一个大河，至于拿谁还不知道。 Radiant Team Ban 蓝猫搬了一个蓝猫，连搬了两手对方的中单。今天的比赛解说是老党和周宁。大家好，我也是迟了一会儿，这个的确是事务繁忙，乱七八糟的。你要知道，搞比赛其实很多事情非常琐碎的，就是前面比如说我跟我们公司的商务的负责人，为了选手吃饭谁来发这件事情，我们沟通了5分钟。哎，宁哥，这场比赛你怎么看？你比较看好谁啊？我肯定看好 Raining Star 呀。你看好 Raining Star？ 嗯。这个我觉得不好说，真的不好说，是不好说。但是我昨天研究了一下，就昨天我不是说他的总奖金如果像德州扑克一样，他们这张门票值多少钱，我算了一下，对，这张门票值100万人民币，就是一个队，一个队一百万，就是如果说大家的奖金最后是以大家报名费来结算的话，这个报名费是100万人民币。你想想嘛，16支队，对，每一支队伍是，然后总奖金已经达到了200万，200多万了，已经200多万，200多万这个美元，大概相当于1300万多一点的人民币，而且他可能在 TI3 之前肯定还要增加，对，我估计增加到1600万人民币应该没有没问题，对，1600万人民币，那16支队伍每支队伍的报名费等于100万，对，那所以这场比赛它的价格是100万，没这场比赛不是100万，是下一场比赛100万，这场50万，这场50万，所以说我们量化一下就很简单，就像前面我为什么要跟我们商务负责人闹呢？因为发饭我就要多招人，我多招人就是要钱啊，那不行，我不想用钱，那你去用吧。虽然当然了，我们也许就是300-500的钱，五分钟，他们30-50万，那得是多少个300-500啊？我算算，1000个。不敢算，不敢算。五分钟，不敢算。5000分钟，哎呦，实在是不敢算啊。这里 ，Renstar 拿了小鹿，哎，我记得昨天他们拿了个城打得不是很好，对的。今天不知道小鹿怎么样。那个城虽然说打了你的脸，但是也打了自己的脸，对吧？我记得，对，我记得我说的是，我没太看过他们队拿城，因为他们肯定不会拿城的，没太看过他们拿城。对，真的拿了个城，但是打得确实不好。不过这一盘拿了个小鹿，这个英雄我觉得比较符合他的作风了，就是喜欢干。小鹿前期干要比陈厉害，对，他的那个技能 CD 短，而且他的那个回血技能其实挺好用的，对，前期很好用的。死灵龙，哎呀，昨天最后的我看了死灵龙一场比赛，昨天我第三场不是没解说嘛，老党解说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昨天上来是一个无解肥的死灵龙啊，对，那死无解肥的死灵龙没屌用啊，没用啊，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就是船长不开船的情况下，猛的一逼，船长一开船他就废了。对的，这个船长好像是这个开船的确是满克现在的这种流派的，就现在大家打爆发，打这种一波的那种感觉，你开个船，你就让你的一波的整个的那种衔接就，如果对方有船长的话，你们就要。多算，然后小规模的 gank 想办法要多搞点，打团战的话，船长的船友我觉得会被削弱，你信？我信，真的我信，因为想让他上场就必须削弱，不削弱他上不了。今天这场比赛第几个搬掉了？第一个搬掉了。
小精灵没办，小精灵办了，小精灵办了，也办了啊。艾瑞达小精灵，然后办了船长和 DS。哎，小狗放出来，嗯，小狗放出来。这边 Red Star 是，不对 ，Rattlesnake 是一场小狗，小狗。然后对面没悬念，蝙蝠和熊德，对吧？没有，熊德最后一手拿。啊，熊德最，哦、哎呀，瞎了，没想到吧？没想到吧？瞎了我的狗眼！没想到吧？上路是一个小狗死灵龙，再加天怒的钢三，非常强势的钢三。老邓把我们的那个群号啊什么的放一放。嗯，好的。哎，今天是加了一个广告还是？啊，就是我们的 UTV 淘宝的一个鞋子，这个蓝鞋子我还是蛮喜欢的。有点骚。你说蓝的有点骚啊，还是红的有点骚？这个鞋的版式有点骚。很年轻对吧？很年轻，很亮。说实话啊，嗯，这种鞋子呢，你不要对它期望值太高。哎，对的，就你穿个样式，买个开心就行了。你看到了，我们很诚恳的。你想让他买回去有那种阿迪耐克的精良制作，这个也是不现实。但是你穿着随便穿，因为天气热嘛，你穿双鞋随便穿个几天。现在是这样的，你穿个三天，你就会把它的后跟踩下去了。然后踩下去，我懂了，我懂了。48块，你是这样穿鞋的，我懂了，对吧？这个、很舒服啊，很舒服。哎，我穿了一下，不错。啊，你已经穿过了，穿过来，你穿的是红版的还是蓝版的？蓝版的，红版的就是普通的那个帆布鞋是吧？帆布鞋，我也比较喜欢蓝色，但是感觉好像很热的样子啊，那个蓝色它全包，比较透气啊，还比较透气，所以说热门就把它踩下来，就这样，对，当拖鞋穿对吧？我觉得学生朋友们可以买啊，可以买，反正你总要穿鞋吧？嗯，对吧？我觉得卖外设不如卖这种日常用品，卖日常用品不如卖吃的，对，卖吃的不如卖什么？不如卖，我觉得卖吃的是最好的，衣食住行嘛，对吧？行你不可能，住你也不太可能，无非就是衣食，对吧？住我们是找得到货源的，关键没人买啊，还真有啊，我们有两个我们的很关系还不错的水友啊，家里是大房地产开发商，有一天他跟我说，小色，我们家房子在你淘宝店挂一下，我操，哎呀，挺搞的，对，但是估计这是估计是不太可能，也就是一和十比较靠谱了。然后现在不是传说当中有一个想投资 ACE 的那个老板，房地产了对吧？他也是房地产。嗯啊，这话说也不是第一个啊，我们的大校长他家就是房地产对吧？大校长家已经不单纯是房地产了，只是房地产，还是我们今天下午还在研究这个，就是哪些行业嘛。今天我们公司不是中秋啊，不是端午节嘛，发了一张 DQ 的，哎，我还没拿呢，这张券对吧？那你等一下到前台去拿。那 DQ 这个品牌呢，是上海的一个，全国比较发达城市一个专门吃冷饮的那种比较高端的一个店吧。The battle begins。这个店的老板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小色最好关系那个朋友家的一个，以前是帮他家打小工的一个人开的。哦，有一个叫Papa Jones，你知道吗？不知道。就是Papa Jones就是和必胜客差不多的，属于第一必胜。Papa Jones是不是那个什么约翰？棒约翰啊，棒约翰我就知道了。就棒约翰，棒约翰和这个都是他哥们，都是他家开的。然后那个人原来是帮小生那个最好兄弟家装空调的，天天帮他家装空调。他们做房地产的，他装空调。哎呦，加速福特罗岛要溢血了，要溢血了，要溢血了。有呢，要溢血了，真的要溢血，这火箭弹幕太猛了，罗西爷还是要死哦哟，能换掉吗？不可能，这太爽了，上来拿个溢血，而且是单杀，单杀干你娘啊，直接两级了，不开心了 XD 不开心了，不开心没用啊， XD 是一个非常跳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啊，年纪非常的小，这个几次跟他们吃饭都感觉最跳的就是他，年纪小不懂事对吧？没有，他不是，他是跳的很可爱那种，就是嘲讽跟他很熟的人，全盘都在嘲讽那个，很年轻人，只能说这样说，年轻人有活力，对，有活力。那你看我，你让我现在连着解说三场比赛，我有点弄不动，这个真的年纪大了。要说身体不好，每天一到九点宁哥就会跟我说一句啊，我去上个厕所，
然后我出去，我也出去转一圈，我宁可说啊，我就先尿遁了。啊，不过话说回来，不能完全这样说。你想想，你几点到公司的？我昨天一点啊。昨天一点，我昨天早上八点钟就被拉出去开会了。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过日子？然后超负荷是吧？反正现在年纪大了就，不过我可以感受，当年我解说魔兽的时候啊，还是恶弄的呀，随便弄的呀。最高记录是多少个小时？最高记录，我会早上，比如早上10点打到晚上8点，随意的。Invisibility， 厉害！这个主要最伤的是中间让你扯，对吧？比赛间隙让你在那里聊天。不过其实话说回来，不过比赛这个其实还是讲究一个什么，有激情在里面。你过了这个点，哎呦，这里隐身的小鹿。有想法，好的，一家老小，一家老小都来了，好的 ，XDD 开烧，报仇的机会来了，怪物顶前面，哎，我觉得还是蝙蝠顶塔，但是没问题，好的 ，A 的死 ，A 的死 ，A 的死，好的，这个游走还是到位的啊，到位的，苏老板，苏老板的小鹿表现的要比暴走血，这个虽然你拿了一血，但是我现在杀你一下也不亏，等级回来了，对，等级回来了，不亏，但他现在血有点少啊，当心点。对，他是被那个高射火炮打得够呛。哎呦，罗导很凶啊，连续两个高射火炮，又打了100血。这个阵容我们还没有太细看啊。这个阵容我们看一下 ，Red Snake 是直升飞机大哥，小狗二哥，然后 Renstar 那边是这个德鲁伊中单大哥，然后蚂蚁是上路，蚂蚁上路跟拉比克啊，这到底是谁大哥谁二哥呢？看这个分人来看，小兔子应该是大哥。哎，小兔子一直是大哥。对的，小兔子终于玩了熊德啊，当年他的成名英雄之一，应该不用当年吧，就去年吧。这个选手进入大家视野也不久，算是一个新人吧。啊，经常关注 DOTA 圈的应该对他不陌生。而且他的现在的走红和臂章其实是挺有关系的。啊，和臂章有关系啊？你说德鲁伊是吧？对，德鲁伊。对吧？对。其实是这样的，对，一个道具嘛，一个道具，就一个道具而已。而且有些东西是这样的，比如这个道具，像这种还属于那种特定的，让大家感觉略微有些 bug 的存在啊。但是其实更有一些道具，其实比如说大家移速增快的鞋，你多了一个移速增快的鞋，你出来，哎呦，有点凶啊！哎，两个波直接回家了，还有点虚，其实应该可以不用回去的。还，我觉得还是要，我觉得可以一点，对吧？稳一点。他还是要带回城出门。对，被粘住了回城。这被打回家好，好伤啊！前面那个话题就是有些装备啊，其实只是大家都能用的，并不像这个德鲁伊，只有德鲁伊有这种特效。对，就是一个臂章。有一些，比如说移速增快。这种如果真的鞋的移速又增快了，可能又会做一些对，就是一些小微调，就会改变一些英雄，改变一些打法。哎，这个熊弄死他，100块，爽。哎，这个有经验吗？有啊，多少经验？不知道。你看我昨天问过你，你昨天没回去查，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不对了？你经验不多。用黄旭东的话来说，这个东西我要知道个毛啊！对啊，我要知道个毛啊！好，我学会了，你又教我一招。他因为黄以前不是人家老说有个叫大师的嘛，对，他会做一些，什么呢？就是说一条小狗从主基地跑到二矿，它需要几秒啊？然后从自己主基地跑到别人的二矿需要几秒？跑到接近别人主基地需要几秒？他比赛之前会说一些这种数据，然后我就说了，黄旭东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不说？黄旭东说有种来打呀！知道这个有毛用啊！哎呦，德鲁伊熊宝宝抢了个符，直接坐住了，你看到没？这个一个小细节，直接坐住，就是坐在那个符点上面，因为你的体积比较大，它永远是点不到的。下路又来了，熊又来了，来了，好凶啊！网子，好了，得了，直接拉住两张 TP， 小狗和死灵龙，看一下这个都不死，没死，他吃了个魔棒，还在追，先看蝙蝠。蝙蝠应该是要阵亡了，蝙蝠走啊！那边飞机也阵亡了，不亏，小狗看看这个小鹿能不能跑，可以跑，加了个血，这个绝对跑。这一波其实是大赚，
这里 Renstar 是大赚，因为这里是两张 TP， 然后是一个三号位的换了对方蝙蝠，对，换了一个一号位的直升飞机，而且小鹿一个人分了。我们知道现在 gank 的话是两个人的性价比是最高的，这也是为了当年 S Frog 为了削弱三人鹿，当年不都是311战死了，然后很没有看点的那个腰那一路永远都是一级，当然现在也有点这种感觉，但是比以前已经好多了，好多了。现在有什么游走啊、拉野啊，以前就是战死了三人，杀你一次三个人就起来了，所以后来改成三人 gank 这个性价比很低。所以说了这么多，刚才那一波是 Rainstar 大赚。哎呦，这个没补到，有点伤感情了。哇，苏老板都六级了，六级了，这个、好肥啊！这推一下要你半条老命啊！这一血加一个，刚才一血也是他的，两个人头都是小鹿的。他要么凶一点，直接来个相位，没意思。说说那说说的，说说的，说说的这个，如果真的你想凶一点，可以买宝石排眼，或者出秘法什么的，都可以。啊，这个塔要被反补了。哎呦，直接沉默。哎好的，秒掉了，没机会，哎，直接被杀。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塔，这个塔就没机会了啊。这个塔拉比克有没有想法反补？算了吧，拉比克，我补啊，现在补啊，来补不要，97点血，他得补很久的。德鲁伊直接 TP 了，很凶，不给你拿这个塔，啊，搁中路不 farm 了，就是不给你塔。这边蝙蝠也来了，这个拉进来了，叫你们干我，国土，这个没机会了，没机会了，八个魔棒也他也没吃，没意思对吧？浪费没意思。吃了是格子的，我们要光盘行动。对，下回再用吧，把这个魔棒继续堆积一下。上路又了一张 TP， 蚂蚁的 TP， 要推了吗？哎呦，哎，我在想，如果说你们在推塔的时候，这 DOTA 是这样设置的，就是说即使这座塔倒了，你们只要点到回城这里，它还是能回来的，对吧？对，你不能点塔，你要点那个地方，就点地面，点地板，你点塔就取消了。点塔就取消了，对，你点塔就取消了，你必须点地板，就你点小地图是不可以的。这样对，看一下财产总和，现在德鲁伊是全场最高3200。德鲁伊中路的farm一直很流畅，而且比第二名其实高的很多，你看现在九分都已经高了将近600-700块了。你看他的装备出得很稳，现在是8级1300血，然后加上这个东西，现在是15点的护甲，你怎么来杀这样一个1300血15点护甲的英雄？来了来了，而且还有真言保护，哎、你看还想弄熊？过了吧？这就是昨天我们所讨论的，小强开了大招总得做点什么，不做点什么就觉得浪费，全身不舒服，周身不爽。对，小狗这波被拉进来了。这个技巧有点厉害啊，在这里打。天怒，帅的，挺帅的，有动画片《黄金圣斗士》的那种感觉。对。尤其是那个，就是现在已经太监掉了，叫《冥王神话》，你看了吗？我从来不看漫画。动画，你不是说圣斗士吗？《冥王神话》就是圣斗士的。讲上一次圣战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铜虎和史昂都是小逼的时候了，他们都进入圣斗士的时候。没，他们已经是黄金圣斗士了，但是依然是小逼，有比他们牛逼的。哎，这里蝙蝠看看绿鞋加瓶子，杀戮还是不太敢混。我们看一下这边，好像有想法哦。怎么动手不太好动手，导弹先瞄一下，看你贪不贪钱，贪钱就要你命了。好的，哎，导弹追上去了，后面有没有人盾？他完了，没机会了，苏老板来了。看一下小鹿有TP吗？一标两标三标，好的，拉比克来了，走了，小罗再一次阵亡。哎呦，这样子换还是亏啊，而且下路应该是一波推塔，现在德鲁伊很肥。德鲁伊 B 张应该快了吧？对的，哎，还差300。但是现在小狗的发育也不错，小狗3200没有拉开差距，直升飞机居然在死了这么多次之后还有3000块经济啊，难得。哎，这个钱他是要减掉他死的钱吗？不是，他是，哦，你说这个是吧？是的，
是要减，就是他现在当前的所有的装备加、啊、装备的加钱加存款、啊、嗯，他应该是这样子，他的钱是 gank 资金，就是、嗯、就是那个不会掉的。嗯嗯嗯。哎，我在他们两个人都出战鼓吗？你说直升飞机和小狗吗？嗯，直升飞机其实出个护腕就可以了，像这种局面，直升飞机不需要出护腕，不需要出战鼓了，他不顺。他如果顺的话，然后又想打架，就可以出个战鼓。小强也是意识到了，然后老是有个人盯着我，这怎么意思、啊、对，哥上来还没动手呢，熊过来就一巴掌，毒球就打上来了。拍到我脸上，就毫无掩饰，对、啊，毫无掩饰，毫无掩饰，很粗暴，直接粗暴，太伤感情了。对，就告诉你不要来了，哥懂的。啊，又抢一个符，小兔子这里很，就让小强很恶心啊。对线基本没拿过符。没过来了，嗯，有了这个装备之后，哎呦，他有了这个装备之后，他对塔就猛很多。艾尔的蚂蚁还是依旧，我想说他酱油，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嗯、昨天老干爹那个蚂蚁，塞拉的蚂蚁，但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真不太一样。那盘是骑在别人脸上打，别人其实完全没想到最后一手会拿个蚂蚁，所以对这个蚂蚁没有任何的提防。最后一手，昨天我看哎的时候，我都觉得最后一手会不会要被随机了？考虑了很久之后，最后这个选择我不得不说，在最后一秒我不得不说很英明这个选择。真的很硬。哎，下路还是不想放这个塔，大招拖起来开塔防，就是要杀罗导。艾尔这边怎么说？哎呦，黄虫粘到了，粘到了，粘到了，粘是粘到了，但是十个魔棒有十个魔棒，哎，被做了两下，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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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上头，插起来。哎，留了一下，但是杀不死啊！你为什么要打德鲁伊呢？我觉得小狗有点。但是还好死不掉。哎，为什么蝙蝠要拉小狗呢？我不懂。哎呦，这个大招四十五点血，点点，双方都打不死啊，输出都不够、啊这个哎、有点莫名啊，为什么前面要拉小狗呢？保护呀、啊、不需要保护啊，小狗变黑了拉一下，我觉得还是能理解的，就是它的变黑就是你拉的信号，对，就是 你不是魔免吗？没有为什么，这只是一种条件嘛、啊、你不是魔免吗？哥就让你明白花儿为什么那样红。哎呦，天怒很肥，卡布这边是秘法了已经，而且六级。这盘有很有意思的，比起前面宁哥没看到，就是之前 Red Snake 先拿了天怒，嗯，然后这个 Red Star 第三手还是拿了蚂蚁。哎，对，完全不把你放眼里。不过现在来看也还好，只死了一次。蚂蚁的确，你要盯着他干还是有点。又是远程，又有加速，还有哎，谁？小强又被看到了，带着小狗来做事又被看到了。哎，他上面这个标记对方看不到的吧？看不到的，看不到。这个再看到就不用玩了，太恐怖了。哎呀，你不要上头，有粉的。好了，完了，我目测他已经走远了。不一定，直接他都不用大招的。你看，穿刺哦，这个投篮太嫩了。哎呦，最后差一点点，他 T 点出来还有好。对他 T， 我感觉他已经在点了。哎，他 T 点出来的话，身上的那个粉的状态是没有的，对吧？对，没有的。他刚才前摇已经在做了，那个动作已经在做了，差一点点，没走掉。这个针眼最后还是没能帮到他。应该是没有人看到啊，他们这边如果说有人看到肯定会说的。针眼这个东西你要有视野，没视野也看不到。没，刚才是已经贴着针眼走过去了、啊、这个贴着针眼，贴着针眼走过去了，可以看趴在针眼脸上。对，已经是看得到了。蝙蝠要下到干活，但是这个看一下这个，哎，100块200块都没拿到。这边好像不光是钱的问题了，兄弟。哎，这个预判有点太多了，太把对方太多了点，预判稍微多了点。对方也不傻、啊，不是最好的情况是怎么样？你把那个圆圈那个边啊、嗯、贴着他，然后他就很难受。他只要中到伤害之后，他就很慌，你知道吧？一慌他就走不出去了。你看这个，关键前面这个位置有点问题啊，说实话，太宽阔了，太宽阔了，对，他可以选择的地方太多了。那么宽阔，你让他完全走不掉，他也不傻。他如果这个送上来死掉了，
直接键盘就投上了呀。队友说怎么样，你玩不玩，你行不行啊，键盘头上不会说这种话的，没有那么多话的，很直接的。1500块，一个劣单的蝙蝠啊！现在你看，小狗的经济已经追上来了。由于防御塔的差距，现在 Red Snake 一个塔都没掉 ，Red Snake 是两个掉了两个塔，两个好像都是反补的。对，两个都是反补的，还真是啊，说我都忘了。而且都是德鲁伊反补的，年纪塔不一定提醒他，没有塔防，看这个塔，这个难度有点大了，这个难度有点大，哎，不要强求，不要强求，强求就是一顿胖揍，虽然这哥们儿不怕揍，揍吧揍吧，揍完哥再招一个，招得出，招得出招啊，招得出你客气什么的，没有，他打完有那个的，他要等那个时间，小熊被打的时候是不能招的。这个是永远是一个，又来了又来了，这一次艾尔终于是藏起来，他觉察到 了，嗯，他明白了，这里也在，这又一个针眼看到了，要来蹲了，要来蹲了，这里等好了，有针眼吗，哎呦，三叉，两个打三个能杀吗，一个，这里 XDD 也要死，两个，二打三，但是国土应该是走不掉了，小狗走，小狗自己走了，看一下，这个太嚣张了，万军从中取上将加副将首级啊，如同探囊取物，杀了对方蝙蝠，现在蝙蝠正是处于一个出跳的最关键的时期，又被干了一个，这个有点，可以说这个组合在这段时间的强势，就强势的有点夸张，对，有点夸张，我觉得 Red Snake 还是当面干了，这就是，就当面干了，当着你脸干，三个人一个三叉直接。国土那个三叉很漂亮，我觉得 Renstar 现在打的有点主次不分了，不知道该干嘛，蚂蚁的存在完全是成为了一个拖累，搞不懂这个蚂蚁拿出来是干嘛的，你需要拿个双核啊，他问题是他蚂蚁拿的很早，他第三手就拿了，我是看不太懂这个蚂蚁拿出来是为了什么，为了拿而拿，这个话我昨天也说了，感觉为了拿而拿，他其实蚂蚁，你说他切后排，他切天怒和切天怒怎么做的？被天怒沉默一个，你就不用玩了。对，你要切死灵龙，你死灵龙挺厚的，也不太好切。我觉得如果对方有什么丽娜贴的，搞一个还不错。这搞秀你对吧？你的技能本来就不好放，搁在你面前跳舞，穿来穿去还能那个。而且丽娜被这个小蜘蛛咬的时候，然后再加上。但是他会很急的，他会很急，他抬手本来就捉急。对，这里有没有拉远骨？有的，太拉了，已经拉了两波了。哎，这哥们拉远骨是最好的，对，带回血的，带回血，而且有时候时间来不及，我拨一个，对，可以拉。是的，现在因为黑龙他现在是地面单位，对吧？对，黑龙他是地面单位，然后黑龙宝宝就是这个小黑龙啊，你可以拨得到的。好的，又一波。拉个，哎，我觉得拉第四波的时候要稍微早点拉，对，稍微拉不出来的，对的，会卡的，至少要早个一秒到一秒半。蝙蝠1700，前面和直升飞机的几次互换，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成功，直升飞机并没有因此而被打趴下，刷的还是很快，虽然现在不是第一位，后面已经动手了，又是小强和小狗，蝙蝠和拉比克直接被秒，蝙蝠，哎呦，直接被秒，蝙蝠这样的话。越来越远了，现在蝙蝠和蚂蚁在团队里面就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蚂蚁是根本不敢上，对，蚂蚁根本不敢上，对线的强势也没打出来，因为对面有一个天龙卡的，哎呦，好凶啊，小狗加飞机，这个组合能有这个组合是有道理的，对吧，有爆发力，一个英雄在前面顶一个点控，一个点输出，一个团输出，而且这个小狗你拿他没办法，他开了变黑就顶前面，你怎么办，就是现在你即使蝙蝠拉到了他，你也不一定打得死他，对啊，你没有他的血，开了一张之后1700，然后你这个根本打不死，你纯靠物理输出不可能打得死他的，物理输出你需要你的蚂蚁，那得多肥啊，对啊，或者你用你德鲁要怕晕掉他，然后盯着干，
拉比克被抓了几次之后也是熄火了啊，本来前面表现还不错，现在就是缺乏一个带节奏的人。小鹿进入这个中期之后，他的数据很华丽，四杀零死一助攻，但是进入到这个时期之后，他明显是没办法，已经是不属于他了，这时间已经不属于他了。这个蝙蝠现在蛮惨的，自己家里面的野区已经被对方插了眼了，犹如别人家的厕所一样，笑就笑，对吧？你打呀，给你打呀。你打了哥就来收人，你收野怪，哥收人头。那里远古拉了几波了？四波到五波吧。这波没拉出来，好像。嗯，对的。够了，够了，够了，四波就可以清一清，五波难度有点大。这一波不太好拉，主要是这波你往这边拉，它会卡在这里的。又来了，小强直接先穿刺。想法有点好啊，先保证自己一个先手控制，先丢出去。哥丢是没错的，对，打不到哥回去等哭档，对，哥魔法多，哥魔法，看一下现在团队经济差，已经有了6000多，没有6000，5800，不到6000。哎，你为什么喜欢做数学题呢？强迫症。你要说差不多5000，我可以接受，但是我没有5000多一点。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差不多6000，我可以接受。又小狗又端了，好像我听到了。来来来来来来，钻飞机挺好，我觉得飞机肯定是集火目标，对吧？被人集火的时候钻出来。对，飞机现在是个幌子。罗导这里勇于现身，四号位大哥。但四号位大哥刷得很肥啊，已经刷到第二了。所以说这个版本还是团战。四号位大哥是个，刷个野怪拉野，蛮好的。蝙蝠跳拉，拉了小强，手速非常快，小强没能开出刺，最后时间开出了刺，刺到四个。四刀四个还没杀掉，你敢信啊？最后还是甩死，换掉了小鹿。这里的技能应该全没了，全没了，对的。状态也都不是很好。真实宝石在哪里啊？被人拿了吧？小鹿身上的真实宝石应该被缴获了。熊德现在的还不错啊，装备。还是正面打不过呀、啊，正面你看对面的输出。小强有输出，死灵龙有输出，这货也有输出，这货也有输出，这货也有输出，五个输出点。而 Redstar 这边蚂蚁现在没有爆发力，拉比克也没输出，蝙蝠其实也没输出，然后小鹿现在还勉强有那么一点输出。是小鹿的输出，我觉得也是说说的。对，他们这边的输出是什么？没有爆发力，输出有是有，但是没有爆发力。小鹿是完全站不住的，前面想要输出一下，一看就挂了吧。所以现在两边的塔的数量又变成了6-0了，5-0，马上要6-0了，我觉得。中路这个根本挡不住。你看这个眼位啊，在夜眼皇的眼位啊，直接把这一片区域变成了自家厕所，对吧？有又一只，是第几只了？目测第四只了吧？真的是苦，真的。还有裤裆吗？真的是。裤裆应该是，哎呦，还真没了。那下路刚才被杀了一次，对吧？这熊德没有这个裤裆，和死了没什么区别的，你就是不，就是你可以操作手不用闲着，没有机会给你吃槟榔，没有机会给你抽烟。熊德就拿个塔，熊德现在已经财神组合第一位了。谁说四号位大哥不能肥？四号位大哥准备去刷新点装备，打个远古或者打个柔神。看他买什么好，2400。那边已经，还没来得及清，大哥很忙。看下路，哇，好爽啊，好爽，清一波直接进去逛了。哎，那边在劫，然后蚂蚁踢回去了。这个，说说的吧。艾尔反应还是比较快的，立刻踢回来了。他要是被那个天度点个沉默出来，就要哭了。看一下他在哪里回城，看他在哪，应该是找个树林。不要事情啊，对，乖乖的乖一点，这种位置就好了。对，不要什么一卡到视野就来个回城，感觉自己 很流畅很拉风的样子。对，然后别人一个小强盲穿打你的脸、啊、这种可能性其实挺大的。对，经常我们看到挺大，别人其实就试一试啊，反正哥就是个 CD， 刺不到嘛，是我意识有意识，对吧？对、啊，刺到了，那哥的意识就无敌了，就亮了呀，对吧？然后你就成为了一个配角，你就成为一个啊，可以去刷了，刷远古了。哎，已经刷完了，很快啊，小的已经刷了。你有没有觉得高出火炮声音听着很带感？哎呦，拉到。
拉到死灵龙，小强开刺定到了三，应该是两个人。死灵龙死掉了，死掉了。这个大招炸得很不错，炸到了四个蚂蚁，直接被秒。蚂蚁被沉默之后直接被秒，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哎呦，飞机飞机，罗要死了，好的，罗导要死了。蚂蚁，拉比克在后面被小狗拍死。哎呦哎呦，这小鸟一个波，哎呦，一棒锤敲死。这是罗导的直升飞机，是不是罗导直升飞机召唤的那个怪物？叫你这货老是烧我啊！对，你不是拉我吗？每次到野区就烧我，烧你妹！哥今天在罗导的帮助下带你走。哎，你看这货嘴里面含了个什么玩意儿？马尾巴吗？这不是含的啊，这是他胡子好吗？这是胡子，这是他的嘴巴，真恶心。这是一种怪兽，你不要去想象怪兽的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比如说怪兽长得很多，说不定他没嘴对吧？怪兽长得很多这种东西。啊，不要看了，不要看了。还是这个看着比较习，这个快掉下来的下巴看着比较习惯，那个戴面具的看着不太习惯。哎，我昨天还前天我看有人说什么多塔尔公测结束之后什么小狗脸会变啊？啊，我已经变了，已经戴面具了，已经戴面具了啊，已经就是封了个那个，你看过那个包青天第二部吗？没有，就是整个脸。没，他还好，他是嘴上被那个了。好的，拉住，有没有沉默啊？变黑怎么办？直接干你！这 ，S Y 你太凶了吧？钻个冰算了吧。哎呦，刚才钻了，这真的想多了，你这弄的就像感情来跳舞，人家被你挑过了，那还玩什么呀？直接打 GG 好了 ，GG Go Next， 下盘哥抢了狗，让你明白。刚才钻个冰就好了呀，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拼呢？帮他是不太识字。这一盘这一波是抓了小狗 Randstar 的一个机会 timing， 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能不能扩大一下战果，打个肉山什么的，能打掉是最好。现在这也很奇怪，双方都在对方的野区，都在对方的野区上厕所对吧？对，哎，艾尔要出 BKB 了，被这个天怒搞的是不胜其烦。马上晕锤了，应该是。我看一下这个卷轴是晕锤。他这个是三大剑啊，三中剑，中剑，中剑，三中剑。对，三中剑其实挺好的，挺好的，挺好，性价比很高。就是实用流嘛。现在你看塞拉的出装，塞拉德鲁伊是什么？先臂章，然后振奋。当我以为他出强袭的时候，他出了个晕锤。他打了两盘德鲁伊都是这样，小剑有时候效果挺好。对，你要的就是他的攻速嘛，你就买个振奋宝石，不一定要完成强袭，你搞清楚现阶段自己要的是什么。很多人很像啊。对，他还在拉吗？还是出了战鼓，还是出了战鼓，先出了个战鼓，还在拉。他也可能也觉得拉完了。他可能也觉得出个战鼓可能还得花点劲。全魔不全魔，他最耗魔的是这个技能，而这个技能他也不太用。换塔吗？没塔换啊。对，就是肉山换塔吗？换一个塔。我估计是一个塔吧，我看有塔防没？没塔防那就是两个了。这个时候，原子那个不太可能会去防了。现在别人已经站你塔下了。小强先 TP， 带了小狗，哎，这是个阴谋 ，It's a trap。没动手，还是没动手。确实有熊德在这个拍塔的速度有点不联系。我觉得对于 Randstar 来说，这个结果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你换了两个塔之后，酱油们就比较爽。对，比较爽。一下从刚才非常窘迫的局面改变了，哎，这边你不走对吧？走了，哎呦，第一目标选择的是上面，绕了一圈发现已经走完了，算了，好，有惊无险，全部撤退。这里马上可以 BKB。小鹿的梅肯到了吗？还没有，还差点，还是要开悟再搞。现在他们只能开悟，没办法，打正面打实在打不过，对面有盾的。千万要把这个盾给耗掉。对，一定要把这个盾耗掉。哎，这边也开始抱团了 ，Rest 那个也开始抱团，拿了盾之后立刻来跟你搞。
小强牵手跳刀，有推推吗？没有推推，我记得是没有推推的。哇、哦，直接被秒，完全是没有爆发呀！小强上来，这真的是上厕所啊！这个杀了个人又跑了。然后我说前面武打一哥都，现在我们武打 武打一，我怕你。这个真的，小强真的是上厕所一般，直接把小鹿骑在身下，一波猛 A， 好的上杠。这波我觉得已经挡不住了。我怎么会上来支持原地斯大的？我要，我说什么？我要有节操。你要有节操对吧？节操，我既然支持他们，我就要一起支持。对，哪怕他们输了，不能做墙头草对吧？对的，对的，好，这边直升飞机被秒，但是有盾，这样对啊，对，这样打肯定是别人站着给你打的。又要搞小熊，好的，小熊杀掉你就不用玩了，小熊杀掉等于86秒，对，等于是4打5，而且是买不活的，现在对，3打5，现在就是3打5。其中有两个是酱油。Dyer's middle barracks are under attack. Dyer's middle barracks is falling. 目测3分钟以内解决。我觉得这边 Redstar 他们拿人拿的太僵化了，就是那个蚂蚁拿出来，我都不知道是干嘛的。Dyer's 就是明明看到别人选了天路，还要拿蚂蚁。现在攻击力虽然不是太高，但是装备也不是很好。又钻了，又钻了，14级小强。哇，死灵龙2400，绿棒的天怒，2000块支撑。现在团队经济应该非常大了，不需要再看了，看这个也没什么意思。蚂蚁的 BKB。啊，终于好了，终于好了，但是没输出啊！这小狗顶前面怎么输出呢？推推棒一把，小熊还没转好 CD， 还有7秒，也就是说这个小熊是没有吃到物的，所以他可以考虑先把小熊留在家里面。啊，不能招，不能招，不能招，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偷偷招。先把小熊藏在这里，看到人之后再招，看能不能抓到。这一次又是小强顶前面。非常的不理想啊！看到了，这个眼睛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还要来吗？蝙蝠跳刀加推推，直接拉过来，然后天怒立刻一个沉默，哇，这个大招又秒掉了。这边的苏鹏、苏老板、小鹿、野阵亡，哇 ，BKB 的蚂蚁在小狗面前根本没有办法。这一波开悟，死了两个人之后，只能落荒而逃。好的，那这一盘 Redstar 是彻底没有机会了。最后一波，敢死队式的进攻还是被对方所化解啊，只是阵亡了一个小强，而且小强是迅速买活。不给你任何机会了，直升飞机又有3800。小狗是比较标准的一个疯狗流，战鼓相位再加双刀。啊，这一盘因为他不是大哥，所以这样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要在前面战斗狗，战个痛。又来了，又来了！这里高地有一个现眼的，而且上路的蚂蚁好像是他的目标。我看一下，蚂蚁现在是宝石。逛了一圈，发现没有猎物，算了，还是返璞归真，我们正面推吧。看一下盾啊，盾还有一半时间，5分多钟，4分多钟，不到5分钟。哎，现在 Redus 那个不急了，他们在等什么呢？等小狗龙心嘛。其实不着急，确实不着急啊。作为观众是希望赶紧打完，作为解说也是希望快点打完，然后下一盘。这个有点垃圾时间感觉，但是作为选手来说，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肯定觉得你现在5个人麻将，我们刷刷自己的野，刷刷你的野，带带线。
对吧？我们五个人越刷越肥，这个胜率就从90%慢慢增加，91%、92%、93%，无限的增加。好，撒旦，小狗果然是要出龙心，那就我们就慢慢的陪他等个龙心出来吧，甚至很有可能再等个盾。这盘因为 Rainstar 中单的是一个德鲁伊啊，所以说前面两个最吃资源的两个英雄，一个是蚂蚁，一个是德鲁伊，还有一个蝙蝠。这三个人其中有两个都不是带节奏的，像蚂蚁和德鲁伊都不是带节奏的。本来蚂蚁中单还能带节奏，但是他由于打上路自己还被杀了一次，等级很不理想，装备也不理想，所以没有进入蚂蚁带节奏的这个模式啊，它是一个偷偷 farm 的模式，那个模式没有开启。而下路一个本来可以带节奏的蝙蝠是被连续跟那个直升飞机互换，而且他都是基本上都是先死，然后小鹿来收人头，所以打到中期的时候 Rainstar 就显得特别的迷茫，也不是说迷茫吧，就是无事可做，大家分头 farm 然后蹲蹲人什么的，很没有进攻欲望。小鹿前期其实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英雄进入中期之后大家一抱团很乏力。学长拿人有很大问题啊，第三手拿蚂蚁，老板觉得如果他们换个谁可能好一点，换个谁好一点，我想想啊，换个谁好一点，上路他们是蚂蚁拉比克打对方三人路，你把这蚂蚁换谁我觉得都不好打。如果是这样子，德鲁伊下单打直升飞机，然后中路蝙蝠发育跟小强对发育，上路刚个三还能打对吧，上路不管你保个谁，因为上路其实是拉比克再加一个大哥然后再加一个打野的小鹿，我觉得这样子去打对方的小狗、死灵龙和天怒，不能说完全不能说能占优势，就是说最起码能混你碰到对方的什么小狗死灵龙加天怒，的确这一路是有点难的，有点难的，真的有点难的。你拿什么敌法其实根本没用，别人一个沉默你就等死，这的确是没办法啊。这三人路有谁可以，有哪三个英雄组合起来可以教他们怎么做人，教他们怎么做人我想想啊，教他们怎么做人，我觉得全能吧，全能算一个，就是加不管加血好还是那个驱逐也好，给全能，给一个全能随便配个敌法师也可以，就是给我敌法师加个套子，但是敌法师比较怕小狗，所以还是不好弄，敌法师很怕小狗，近战很怕小狗的。又是钢三那条路啊，对方钢三那条路给打输了，钢三那条路如果崩了不好弄，在下路已经，下路其实 Rattlesnake 不亏的，小鹿学姐已经做得不错了，小鹿学姐做得不错，但是没用啊，每次罗导都是先杀了蝙蝠然后自己再死，拿到了经验，拿到了钱，而且这个钱是gank自己，是可靠金钱，不会掉，这很重要的。他如果前面的钱掉了，这里要碰到了，先手拉小强，又拉回来两个人，小强还好秒掉了。这边小狗打德鲁伊不是很理智，德鲁伊有绿棒，啊，白杀了一个小强。这边蚂蚁开了 BKB 找目标，那边拉比克先阵亡。哎，这里看一下能不能追死。不要上头，艾尔不要上头，这一个沉默你就，哎呀，同归于尽。这上头了，我觉得玩的蚂蚁就是两个字憋屈，挺尴尬的，你看真同归于尽了，真的憋屈，
你说你怎么玩？对面一个天怒，谁都不管，就等你。你要追我是吧？来啊，哥开个绿棒逗你玩。而且天怒好像也没有什么神魄，好像留不给谁，只能留给他。对啊，就等着给你的，你来啊。他不可能留。他不可能给拉比克，不太现实。对啊，给德鲁伊也不可能啊。对啊，蝙蝠你也看不到，小鹿你也沉默不到，也就只能给蚂蚁了，所以很憋屈啊。这个技能就是量身定做的。这手拿人拿的不好，飞机已经是领先第二名小狗8000块了，这个可以了，已经是60层装了，应该可以打了，可以推了，没有60层装，可以推了，结束了，快点吧。想退有点难，小强15级顶着一个 double， 小熊是有两只的，现在 Rensta 还是不放弃，依靠小熊的电锤对吧？小小飞机，他们其实 AOE 也很差，对，哎，选手拉到直升机，但直升机有盾，你真的要拉吗？拉，二连推，好，那炸弹一开，原地高射火炮全部打跑。拉进来被他干，这什么情况呢？什么情况呢？打不死啊！机械，应该是要机械。Dire's bottom tower has fallen。好，苏老板打出机械，这盘表现前期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一个小鹿。Dire's bottom tower 为昨天的陈洗刷了一下自己的耻辱。今天前期小鹿表现还真的是不错，几个宝宝的绕后。这盘的问题就是在于上路、下路拼的是一个，下路其实拼了个差不多，对。然后中路是德鲁伊打小强，德鲁伊占优。那上路就是 Red Snake 这里占了很大优势。小狗的发育其实一直没有被我们前面说德鲁伊领先小狗，其实最多的时候也就800，对的。在前期来看其实很多，但是无非就是一波团，一波团再加一分钟、2分钟换，1分钟换，或者说是黑发，对啊。一分钟有点难，前期有点难，但是这不重要。对，这不重要。小狗前期只要有一些核心装备，他出来打架就可以了。对，重要的是他压制住了你的蚂蚁的发育。蚂蚁这一盘整场都很憋屈，打得非常憋屈。DOTA这个游戏最重要的还是选人。嗯，对的。我觉得选人占50%-60%差不多，60%。嗯，然后分路，我觉得至少也有10%-15%。嗯，对吧？是的，没错。然后，至于最顶尖的那些选手，他们的操作啊、技能衔接啊，是没问题的，20%-30%。好，这些没问题的。我觉得那另外的20%-30%是什么？运气，临场发挥，然后心态，对，是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什么，配合什么的。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带来双方第二盘。就比如你有时，继续，比如你有时候说我要去支援一下，然后支援过去两个人都死，有时候你也没去支援，然后打了一波钱，觉得哦还不错，这个其实就是运气。